期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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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果然就是还是这张最经典的地图哦 ，Mines。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果然还是 Mines 才是个重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闪电狼，这次采用的是南面的出生点。那车种的组合呢，是一台的50100，两台的 T32，一台的 T69，跟一台的1390。是，那我们看到 Anubis 这边，他们用了一台的50100，一台的 S3，一台的 T32，一台 T69，还有一台的1390。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呢。哦，果然进行了抢山大战。一开始就要打起来了吗 ？OK， 不好意思，刚刚说错了哦。卢比斯这边是用了一台的温州132哦，对。好嘞。哇哇，真的很快哦，对，一瞬间哦。哦天哪！哇，对，卢比斯这边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战术哦，还有132先去抢山哦，然后后面的，因为他应该知道又一 flash 会有一台139人去抢山，所以他让这台 T69 去掩护。然后温州132很厉害，这就是直接把它撞的停在那里。是的，对。哎呀，刚刚那个太可惜了，那个1390上去的时候，后面的队友好像还在伸缩炮，哎，怎么没有跟上去打、啊？真的太可惜了。对，真的是一瞬间哦，两台 T8 车就这样战损了哦。是的。哇，哦、这边又一飞真的不妙了哦，三台现在剩下三台的 T8 的车辆了。没有错。对，这台 T69 真的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哦，还有这台 Windows 132，对对对。好，现在 Anubis 这边可能赢面会稍微大一点，因为毕竟我们的闪电狼已经损失了一台的 T69 跟一台的1390。是。现在这台 Anubis 正在进行4v4的喷发。对，真的，真的是一瞬间哦，对。嗯。这台温州132跟这台 T69 真的是目前来说是最大的工程哦。是的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、哦，天哪！哦，有了。对 ，OK， 又一飞去这边一台 T1 车先把 Anubis 一台 T1 先带掉、哦。是的，现在 Anubis 已经损失了两台的 T1 车，其实以权重来分比的话，还是闪电狼这边可能会比较不利一点哦。是的，没错。好、哦，现在看哦，轮番上了。OK， 现在在做强势哦，大家看一下哦，这台温州132马上过来做强势哦。是的，现在两边正在开打，哎，看来不大妙。OK， 这一个甩炮很棒哦，先把这血扫先打掉。是的。对，然后由这一台血多的 T3 在为队友挡炮哦，这很重要哦。没有错，可是因为哎好哎、欸，对，差一点点而已哦。哦，吓死人了！哇，这个激烈搏斗，双方的近战都是很重要的哦。没有错，现在正在努力哎。哇，对，没挡成功，太可惜了。另外一边还在玩游戏。对，现在对这台 T3 也剩下一点点。哇，恭喜啊，卢比斯拿下这一个回合。也拿下了今天的 match 哦，没错，哦，天哪，对，哦、我好像讲太快了、哦，对，现在还有一台 T1 车，对，应该已经是笃定的，是的，哎呀，恭喜我们的努比斯获得了胜利，果然是冥界。